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是阿菜。今天呢，教你做一个蒜蓉蒸老抻。先用牙刷把它刷得白白。锅中水开，下老抻，烫至壳子打开，立即捞出来。如果你做菜想找灵感，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关注收藏，毕竟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详细美食。捞出来泡冷水，立即降温。再去掉壳子上面的异物。其实你随手点个爱心，对我帮助挺大的，谢谢啦。盘中垫金针菇，再将老抻平铺上面，豆腐切条搭配在另外一个壳子上面，要懂得合理利用资源哦。准备好蒜末、葱白末、生姜末、辣椒末，六成油温。呛香，盐、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，调成蒜蓉酱，平铺在表面。水开后盖起来蒸5分钟，撒上葱花、红椒末，最后再用6成油温呛香即可。所谓的最后一勺油，口水一直流。淋上少许的蒸鱼酱油，味道更佳。你在家要是因为这道菜地位提高了，记得告诉我呀。